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咧？即係當時知道有提名嗰時嗰個感想係點樣啊？喊咯，因為真係確實冇諗到自己有嘅。咁我係見到 Rachel 先嘅，跟住我已經哇開心啊！因為我覺得佢係真係好值得，好值得有提名，甚至副獎項。係啊，咁然後哦 ，sorry， 係啦，跟住係嘛，係啦，係啦 ，OK， 係啦。咁然後到秋生哥讀到自己個名嘅時候，真係覺得。真係，然後跟住就好激動啦，媽咪同阿女就喺隔離錫錫我啦。工人又唔知道發生咩事，以為嚇、啊、你做乜坐院喊嘅，做乜嘢突然之間咁激動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哋講翻，其實我係入圍啊，好開心啊，唔使擔心咁樣係。阿女知唔知發生咩事啊？女佢啊，佢應該知道我好開心，但係佢又知道媽咪喊緊，跟住佢就話：媽咪唔好喊啦，你唔好喊啦，我幫你抹啦咁。喊咗幾耐？都斷斷續續，因為又有好多人恭喜咧，即係每一個人打電話嚟同佢傾電話嘅時候，又忍唔住喊，都可能係因為啲荷爾蒙影響係。反而我是知道很多人都對我很有信心，我就不是太敢看直播的，因為我是怕、死了，其實我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好，所以、我第一個收到消息是、Jennifer、周玲、我公司的同事跟我說我才知道，當然我是那刻、好像發夢一樣，到現在都未消化到 這回事是什麼回事，然後都很期待下個月就跟團隊一起去台灣這樣。現在下個月呢即是 去頒獎禮啦、那些戰衣是否已經選緊了？已經你選緊未？我未啊首先就看看自己到時的身形怎樣先，因為始終都是產後沒耐，咁又未運動得住，咁希望就可以選到一條最靚，然後又可以、即係遮掩到啲短處，突顯啲長處的晚裝咯。係，到時阿 B 會唔會上台啊？啊？到時阿 B 會唔會一起上台？唔會啦，因為佢翻學啦，依家係啊，咁所以自己啦，自己去。嗯嗯距離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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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會啊，當然會。但是家人都很好，老公啊、媽咪啊，我媽咪都係今次係幫我做陪月，睇住小朋友嘅，所以我很放心可以出嚟做嘢，同埋好放心去、外地宣傳咯。嗯，跟住咪話輕鬆咗，即係成個經歷啊。係啊係啊，輕鬆咗好多，因為個個都話第二胎係乖啲嘅，又真係佢即係食完就瞓，瞓完就食。係啊，同女女嗰時係真係幾唔同，所以自己。大家都話你休養得幾好，我面色好好。我係因為我有充足嘅睡眠咯。我唯一未我未搞嘅，我唯一因為我真係好期待去台灣，我真係疫情冇去過旅行啦，然後好耐冇去過台灣啦。我唯一就係希望我喺香港揀嘅衫，去到台灣我暴食幾日之後啱著咯。我唯一嘅寄望就係咁，因為我好期待食嗰度啲嘢食。我冇信心嘅，我都冇㗎，有得去好開心。同埋因為今年今晚係60周年啊嘛，所以能夠被提名喺60屆，然後你可以見到咁多前輩，係已經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我自己由細到大都好喜歡陳意涵嘅，即係我係好中意佢啦，佢又演戲好好，所以我係睇好佢，同埋加上我知道佢今次小曉係一個飾演媽媽嘅角色，都係一個好突破性嘅演出，所以我睇好陳意涵咯。我自己是《本日公休》的女主角和小曉的女主角，一個是這麼小那麼小的小朋友，因為我現在自己也有小朋友，好像剛才看到阿 Sean 那樣，我都會覺得這麼小的角色做戲真的很厲害。有沒有跟鐘雪都聊天啊？有啊有啊有啊，大家都有互相恭喜啊！我都很想看田詞 L 咯，我說如果台灣可以率先看就好了。另外 Rachel 今次即係屋企人會都知道你有提名，會唔會都好感動？都好感動啊！但即係我特別開心係我嫲嫲咯，因為佢覺得啊可以睇到個孫女啦咁樣樣，所以係我嫲嫲係真係好開心嘅咁樣樣咯。會唔會都期待係展現到啲台灣嘅男神？因為今次個影帝好勁啊！今次我已經即係我好驚。你期待邊個？全部都好期待，但因為我而家係苦練緊國語嘅，因為我國語係真係好普通，咁就希望到時即係唔會因為心跳加速而係咁唔知道人哋口窒窒咁樣樣，係咯。我係特別中意阿叔嘅，所以我中意遠景天。我
低啦。唔係，因為佢喺周處除三害係嗰個形象啊，所以就嗰個老味啊，你明唔明啊？哇，好正咁樣。靚包靚兜。我好多人同我爭啊！我中意去江海。好有品味喎，真係。係啊，所以咪就話好多人爭咯，希望我爭到一張合照啦。好，